今天发现这个好软体，好像我每天可以利用这个 YouTube 来讲我今天一整天的生活琐事，可以作为我一个影音日记。希望以后的人如果有看到我的这一份记录，会对我有怀念，或是还会记得我的这一生。那今天是中华民国104年1月13号礼拜二下午，我没有门诊，我。最近呢，正在热衷学 Photoshop。昨天晚上学了一些遮照片的应用方法，以及如何去选取跟反选取，然后做那个影片的剪辑，然后相片合成。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有趣，至少让我觉得我的生活除了看诊之外，生活多彩多姿，充满着无限的。学习的一个动机，让我有很大很大的好奇心。我对目前的生活，觉得过得还算充实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。